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各位带来一个《三国战记119》啊，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玩法。之前的话呢，各种限制都玩过了。那这一次呢，限制什么呢？啊，这一次呢，进左键啊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那个方向杆上啊，这个上下左右的那个左，就是进它，不能往左走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好多人会好奇是吧？这种情况呢，怎么玩啊？那咱们呢，这里呢，先来看两关啊。本来呢，老板点播是过三关啊。结果的话呢，第三关没录上啊，录软件出了点毛病。那正好呢，咱们就来看看两关吧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呢也是当时这个叫 Visit 这样的一个老板点播的啊。然后呢，第一局呢我选了一个白张飞啊，后来发现不厉害。之后呢，在白张飞打完之后呢，第一关过了榜王就死了啊。之后呢，我到第二关啊，灵机一动选择这个张辽。之后你看啊，这里不是我拉左键了，好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的是三国战记啊。三国战记的话呢，你被这个背后啊这个敌人给他打倒以后，你的人物呢会回头啊，会这个倒地以后起身会回头啊，朝着这个背后的方向直接转身啊，自动就给你转身了系统。意思呢就是看一眼背后啊，谁他娘的偷袭我了。所以说的话呢，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在左边有敌人或者需要往左走的时候，你需要让小兵来打你一下，给你打到左边啊，这个是进左键里边往左走的一个办法。那这样呢，既然有了这种办法以后呢，那就可以了是吧。之后呢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啊。首先呢，这个人呢有一个位移技能，就是说这个 BA 啊，这个人的跳拳呢可以位移技能。一旦呢这个你想脸朝左去攻击或者往左边走道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小兵打你一下脸朝左，然后呢连续的 BA 啊跑到左边。之后呢这个人呢打背后的能力很强啊，所有的人物里边呢我研究了一遍啊，打这个规则之下呢最强就是这个张辽，因为呢这一手青黄辨识是吧，清兵很快，然后呢打背后，主要是打背后，这是呢其他的所有人物都比拟不了的，有一个算一个都白扯啊。当时呢我选择张飞的原因呢，第一点呢是血长康打对吧，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张飞的跳劈啊，跳劈跳起来那个二三六那招也能打背后，不过呢伤害很低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张飞的恶虎溃疡也有位移啊，这是我当时考虑张飞的一大原因。后来呢第一局完事了，我一想张辽不也符合这几点了是吧，所以说呢咱就把这张辽上上了。那这样呢你可以看到是吧，我仿佛一个傻狗一样，我就往右青黄辨识啊，仿佛一个傻狗一样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把这个所有的怪轮倒，咱们继续往前走。然后这个地图呢就必须得挨打了，因为呢这个弓箭手是后退的，左边那个弓箭手一辈子都不会过来，除非你丢张了剑是吧。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得挨一下打。那来吧啊，就等你了兄弟。然后我开的是普通难度，这个情况之下天王难度是过不去的啊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反正我是过不去啊，也许有人能过去。好，那这里呢是等对面射箭来了，你看是吧，中了一个火箭。哎，这个火箭怎么这么倒的呢，好神奇啊，他为什么不是往前倒啊。哎，行，这么也行啊，你算是把我射过来了。他应该把我射完之后往右倒啊，往右倒的话会回头，往左倒他不回头。那、啊、好奇怪啊，他居然不是往右倒的。之后呢来这里呢肯定是打船舱啊，然后打船舵然后下去。之后呢咱们这里肯定是得蹲啊，肯定是得蹲着挨打。然后呢让背后的小兵打我，你看是吧，打过来之后啊自己就钻头了，然后呢用 BA 呢再蠕动过去，哎你看是吧，然后边蠕动边打人，而且这个人三下 A 他也往前走啊，所以说呢这个人选的还是挺靠谱的。之后呢继续修建跟这个毒镖都是好东西，咱们呢捡上啊，捡上之后回头往下走人啊，不用跟那帮小兵再缠斗了。好，这样呢磕磕绊绊的来到了这个嫂子处是吧，磕磕绊绊的来到了嫂子处。之后呢咱们来看这儿，这里呢齐王便是接着轮啊，齐王便是继续轮，没什么好说的啊，就是齐王便是轮就行了，绝对的主力技能齐王便是没有之一。之后这个位置主力的技能轮到这个阿斗脸上了，直接呢掉了两块血啊，这一下呢也是自己没啥好位置啊，光想着轮了啊，结果呢轮歪了，这阿斗轮了啊。好，之后呢这个位置呢我是把铁甲轮死，然后我不想往前走，因为这个地儿呢是正好能面对嫂子啊，跟嫂子刚一个正面。那咱们来看这里呢，面对嫂子 AAA 齐王边石，齐王边石打后往上走，坏了，嫂子顶出去了，这不出事了吗，先吃个加血吧。吃个加血之后呢，现在很明显，一让对面打你倒地，二等嫂子去右边，但是呢右边这个小屏幕呢很显然嫂子一时半会儿就过不去。我这里呢想呢先把铁甲打死，出别的小兵，小兵打我轻
啊，或者让嫂子用青招打我，我呢就转过来了。那他这个树砍不行啊，这树砍太疼了。哎，这个行，那么对不起来了，我还能连招。我这里其实可以连蹲连啊，三下一级蹲 A 其实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我这个当时啊有点乱了，之后呢用道具先砸一砸他啊，用道具先砸一砸他，之后继续啊跟嫂子抢招，他也不让我抢。哎，这个嫂子位置走的不错，他是不知道我玩这规则的。好，四下一接着蹲 A。哎，他就去我背后了，我这里看考虑要不要转头。他如果一直在背后，我就转过去了啊，反正转过去就转不回来了。哎，我转过来了，我要跟他刚正面打一套连招。好，打一个尾连，我这个时候还打尾连呢，心也挺大。完了，这里可能点张灵剑，不行，张灵剑还调不过去啊，没有左，张灵剑还调不上，是吧？你看这个玩法是吧，很有意思。张灵剑还调不上，哎，这里呢嫂子顶我一下，那我这里呢也不能放过他，打他一套连招。这时候呢我没打死他啊，没打死他，本来一个追地就死了，但是我一想不对啊，我得捡隐身衣啊啊，我谁打我一下子，哎呦这一下不行啊，然后我这如果再打我一下我不能转头，我隐身衣就不要了，我这人脾气就这么脏去。哎，来看这小兵，给我一下子，大哥立功的机会到了，还得嫂子。这里呢一个 BA 给他放倒，然后我们来看啊，开始疯狂的蠕动BA 慢慢捡隐身衣。首先先 BA 过去捡个鸡腿，再 BA 过去捡个隐身衣。好，捡上之后往右跑，捡个召唤状，完美。哎，这样第一关就过了是吧？然后呢咱们来看游戏的第二关，可能呢你从没见过这种三国战记。好，咱们这里呢往前，第二关呢直接往前走，问题不大。OK， 过来。然后呢这个玩法肯定得走个最短路线是吧，没人会傻的绕来绕去啊，走这个最长路线，所以说呢毫无疑问的是往短了走啊，这肯定是没有问题。那么呢继续往前冲。好，这里呢接着往前啊，我这是选择先往上，完了有一个去后边了，不过不要紧啊，咱有秦王鞭石。哎，这里秦王鞭石来了啊。这个玩法其实我当时开始想的时候呢，我以为这个玩法很简单，后来呢打起来发现啊比我想象中的难度要高啊，而且要高很多。相信这个玩法的话，一般玩家可能不太会去尝试吧。啊，这个玩意儿还是挺遭罪的啊，还是挺遭罪的。好，这里呢继续过了这个场景，再往前啊，这儿肯定是往下走啊。这儿你但凡不是脑子被驴踢过，肯定你不会往上走。好，这儿直接下来走啊，选择走右。之后呢，这里我是选择扔个金桌，扔个土雷，我想先把弓箭手打死，结果那弓箭手就死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如果快速的过到右边，我往回走打左边的，待会儿刷的四个这个棍兵，不是四个盾兵就费劲了，四个刀盾兵就费劲了。所以说呢，我才出此下策啊，用土雷呢把这个怪清死。哎，你看是吧？这里因为我是顶着左边屏幕，所以说呢背后的兵呢我也能希望便是轮到啊，这样呢不会太吃力打这四个怪。另外呢就是不拖这个屏幕还有一个原因。原因在哪儿呢？就是一会儿呢等那两个棍兵啊，他俩呢能引出来啊，我如果呢往前屏幕拖得太远就引不出来了。这是呢第一次这个张飞死亡以后的经验，就是左边这俩棍兵，你看是吧，我现在这个站位这棍兵是可以过来的，但是呢如果你使劲往前走，这样呢这棍兵过不来啊，这就是这个之前的死亡总结出的经验。然后呢继续来等这个左边刷的这个小兵啊，我这里来，哎，跑跑跑位，因为他在我背后，我只能切换面时能打着，别的招都不行。哎，捡一个修剑，现在拆车啊，拆车。这个位置呢，我选择这个位置拆车，是因为这个我能，能那啥，能这个出门打着马王。哎，你看是吧？这里我都没往前走，我用蹲 A 拆的车，就是因为呢，我要一个出门能打个马王的位置。好。哎，齐王鞭石 ，OK 来了，我们来看马王登场，这里往前走一过，马王就登场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这个位置呢，马王只要往前走呢，我是可以打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是吧？然后呢，他正好还顶不着我啊，这个玩意儿呢也不是我这么计算的，我以为他能顶我，结果没想到顶不着，那顶不着那更好。然后呢，我的想法并不是这么一下下给他磨死，好多人说这得齐王鞭石都什么时候的？我想呢，马王什么时候去右边，我到右下角那个墙角，我直接顶死他，啊，连续六六 A 都无限顶，把这个马王拿下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。但是他不过去的前提，我就只能枪车去了。这个枪兵士也不慢是吧？也还算可以接受啊，而且最主要是安全。哎，你看他还不了手，不知不觉之中，我已经干了这个马王的起码说三分之一的血了，对吧？之后来了又顶了，哎，我的机会到了，各位，我就等这一下呢，这半天。咱们来看啊，这里呢马王下来开始顶，漂亮。他死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啊！直接的，哎呦，升级了，哇，哎，还行，没事啊。这个位置呢，我是被马王锤回来了啊。那这样呢，我还有机会。
来三加 A， 哎，这里没敢顶啊，没敢顶，最后呢打秦王。我这个位置没敢顶，可能也是考虑什么呢？如果我秦王现在给他鞭死了，我能吃鸡腿啊，因为这个鸡腿包到中间偏右的偏右点的位置，我如果现在这么秦王给他鞭死，我是可以吃鸡腿的，这比顶有一个好处。OK， 这里呢这个马王又不过来了啊，没什么办法，那继续倒，再秦王鞭尸啊，只能等这个秦王鞭尸挂后。好，来，你给我来 A 秦王，不错啊，那这样呢我就不准备再顶了啊，不能再顶了，我就希望吃鸡腿了。秦王，哎，别跑啊，大哥，我得顶他，他跑了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了。好吧，这里还勉强的控制一下，下来个秦王要死了，看着各位啊，马上他要死了。一二三，走，还没死。一二三，你给我死啊！这里呢，马王如果打我，就扔张雷剑啊！我这人丝毫不跟他客气。哎，你给我死！搞定。那这样这个鸡腿是能吃着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捡个时间器，这个玩意儿缺时间啊，是吧？很明显，咱们呢吃鸡腿，捡时间器。哎我时间器，哎，那完了，回不去了，咋整的？谁给我摇杆扒拉到这儿了？这不扯吗？这地方打个动物啊？谁扒拉我摇杆了？刚才？请主动承认一下子，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，扒了一下就扒了一下吧。然后呢，咱们来看这儿吧，这儿呢应该能打两个动物啊，能打一个底下的那个小狗啊，打一个中间的兔子。好吧，小狗没死，打了一头这个大狗。好，往前走，调了个袖剑。之后呢，鬼石阵比较难熬啊，鬼石阵挺折磨人的。鬼石阵怎么说呢？你不往前走，鬼石不出；你往前走的话，回不来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挺坑爹啊。这里呢出门先把这个鬼石引出来啊，然后呢这位置呢直接跑到右上角啊，因为呢右上角这个地方呢相对安全啊，不是很安全，相对安全。这里呢利用跳，跳慢了，利用跳呢躲这个上边下的鬼石啊，这位置被圈踢了，不得不得。之后呢往左还不能骑王，我必须得把脸转过来啊，他这个玩意儿挺邪乎，我是往左能骑王就好了，因为没有显卡啊，所以说呢往左骑王不了，那么呢只能是按照目前这样。好，这里只挨两下，哎呦，给包子扔那儿了，真损啊，他是不是知道我玩啥呢？ OK， 这里继续亲王，铁甲还没亲死，这里躲一个剑，然后可能挨揍了，哎对，靠挨揍躲过来。之后呢开始这个上下躲，开始踢，我踢，我早晚能过去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小关键手，我早晚能过去，哎，你就等着，我早晚整死你。哎，去右边的别管他，右边的话呢咱们可以往右走，但是呢左边的一定要先处理。这时候呢这个梳理好这个先杀后杀的关系，哎，等一个剑结束，我早晚整死你，对，你就等我。这里呢打个大狗，踢一个土雷，走，这个土雷呢能代替咱们清兵。好啊，到下一个方面是吧，你可能想象不到啊，这个游戏呢进左这个一命啊还能打这么远是吧。然后呢咱们这里继续再等啊，这里就背后秦王鞭尸了啊，没有啥好说的了啊。当然了，往后的话就不太好打了，是吧？往后的话呢，比如说第四关那个吕蒙啊，满场乱跑，你想抓他一下子本身就费劲，你再没有躲是吧？之后呢，你再往后，你想那些 BOSS， 左慈对吧？左慈那范围这么大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后续的话呢，也没再研究了，感觉能通关吧，但是实际来讲打起来不知道啥样。包括这节目最开始我接的时候，我以为特别简单。结果呢远没有我想象中简单。最后咱们来看这儿啊，这里呢一个修建的清右，这个地方我想进门拿一个酒壶，要不然下回原我打不过，所以说呢这里我没拖屏幕往前走，看见了吧，这都是设计好的啊，如果你拖屏幕往前走呢还得被砍再回来，哎，你所以说你这个玩意儿呢你步步都得考虑到了。哎，好，那这样呢来了啊，这样来了，咱们这里呢进来啊，进来之后呢继续前往面食啊，先不往左啊，先不往这个那啥啊，先不往右走，先不往左去了。之后呢一个大狗鞭死啊，上下再走呗，找了一个袖剑，看看一会儿扔不扔吧，一会儿如果位置不好就扔，位置好就不扔。这里呢继续秦王鞭石，秦王再鞭石，再往右走了啊，这个位置呢酒壶捡上，咱们来就为了这个的是吧。之后开始蹲吧，现在呢就是谁打我一下越轻越好，最好是那个大狗啊，这三个胖子打疼，哎，来了挠，好，机会来了，那咱们这里可以往左了，开始点 A，开始把这么胖子点死，点死以后呢慢慢用 BA 蠕动出去啊，是吧？好多人说这个门进来出不去了，对吧？你想招啊，想想招不就有了吗？好啊，通过 BA 蠕动进来，那么呢咱们这里呢继续啊往右走，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之后看看这儿吧，这直接过来，这个地方其实铁甲还好啊，铁甲还算是可以接受，还不错。
走，看一眼铁甲的位置，直接来秦王砭石可以，最后再秦王砭石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巧妙的利用秦王砭石清掉了对铁甲兵。我当时用张飞打对铁甲兵，费了个血劲了啊，这个张辽确实是不一样啊，屌的飞起啊，确实是屌。好，秦王砭石挂号 ，OK， 那这里该往前走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没打好。哎，对，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忽略了一大问题，我这弓箭手就不能杀，啊，如果这个左边的这个兵啊，或是吧，这个灵机一动的这个飞盘不是打俩，这局游戏就结束了，啊，这局游戏直接就结束了，因为左边那个兵呢，如果飞盘不是打俩，剩俩或者剩仨，一辈子都打不着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弓箭手呢，这个地方方案的话呢，应该就是弓箭手留一个，然后呢，让咱们脸转过去，给那个刀兵引过来。啊，之后呢，我这里呢是挨了一刀，虽然说呢位置跟方向呢都不对啊，但是好歹是把刀兵引出来了，刀兵引出来就行。之后呢，咱们里继续再往前杀。好，来看这个 boss 夏侯渊嘛，这个 boss 夏侯渊呢，你想就不能好打是吧？你这个玩意打夏侯渊，他能好打就怪了。好，咱们这里呢继续来看啊，我这呢是把这个刀兵引出来，直接呢希望被谁杀死，这也没什么卡兵不卡兵了是吧？你这卡兵你怎么玩？玩不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这里呢直接就把这个夏侯渊打出来啊，打出来，然后呢调好召唤状，调好隐形衣啊，留一个我能往右的空间，之后呢召唤状，然后呢暴气，哎，直接清王砭石，之后再来，哎呦，这里我想打个六 A 啊，结果出招失误了，但是呢这一个清王砭石的伤害呢已经很可以了，之后呢继续啊，好多人可能会说把大印撞上来就召唤呢，对吧？我要是能给大印撞上来就召唤，我就不用召唤就干死了。好，这样呢继续清王砭石啊，这个召唤状呢没有打出厉害的效果。这召唤状呢，本来我想的是一套连招打完还能追地啊，在屏幕上，结果呢并没有打出厉害的效果，不过呢也倒是够用了。之后呢，咱们来看这里凤雪残余啊，这凤雪残余这位置呢，我看刀兵出刀了，第二刀、第一刀、第二刀的间隙我赶紧蹲下啊，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刀兵直接把我打摔了。然后呢，咱们继续第三个凤雪残余，你看是吧？这个第二关夏侯渊就要过了，然后继续再打一个奔雷八圈啊，把这个夏侯渊圈一圈。那现在呢就是道具加一个上下的蠕动了啊，现在就看走位了，这里呢就是看怎么走位了。这位置呢踢倒，因为夏侯不是第一优先啊，不倒地的话呢这个铁甲会搅和，扔完毒不要赶紧跑，扔一个修仙砍铁甲，哎，下蹲 A 慢慢磨啊，这样呢这个夏侯渊呢基本上是道具全交了，不过也不要紧啊，咱命保着就行。伴随着一个修剑没死，调了一个金桌啊，一二三，兄弟你给我死！好，我这个没给金桌的机会，这位置我没地方走了，我可能要 BA 一下窜一行了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地方怎么办？这个地方夏侯渊在我头上做一个符，一个站 A， 一个蹲 A， 没出来，一个 BA 往前拉点距离，再打一个金桌，搞定。好吧，我呢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啊，如果呢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关注，最后的东西他还全能吃上是吧？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拜拜。